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如何保养登山杖。和其余的远足装备一样，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延长这些装备的使用寿命。保养登山杖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步骤：拆分、清洁和晾干。第一步，拆分。几周的远足或者周末短途远足之后，您需要将登山杖进行拆分，以便于进行清洁。但拆分登山杖时需要根据类型决定，所以我们建议您参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。第二步，清洁，用小刷子沾一点水，刷去登山杖内的灰尘和残留物。第三步，晾干，用干布擦干后，将登山杖放置在干燥通风处晾干。各部分完全晾干之后，就可以重新组装好。我们不建议滴润滑油，因为这样会使登山杖变得很滑，从而导致危险事故发生。